我一直被困在2月29号。当一天不断重复啊，当生命有了选择，万一明天没有重来那怎么办？你会选择放弃？我们离婚吧，最终就死在这个地方。或尝试改变一切，重新开始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全新本地电视剧，9月3日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，229，明天见。